日头之上，七七种，七日食，二三加得日子土啦。普啊，耶稣，新轮强是人意，土啦的日子是不不是立法呀？亚勒亚麦四百三四米里，都系普拉的出众，是大人的勇士。到啊，到大兵人见他们的人数共有两万两千六百名。三，牧师的日子是以啊，以西拉，以西拉的日子是米加勒、我巴蒂亚、约尼、以西亚，共五人都系出众。是他们所率领的安卓众族出战的军队，共有三万六千人，因为他们的七婆子众多，他们的出弟兄出差以撒加各族中，都是太难的勇士，安卓家仆计算共有八万七千人。六，偏亚门的日子是比拉比杰亚帖，共三人，比拉的日子是以西本穆西穆谢。亚马亚利摩二里兄五人都在出众，在大年的勇士安卓加普基孙，他们的子孙兄六万两千零四十三十四人。八，比杰的儿子是塞米拉约阿斯二里以下二里约内阿里亚利摩阿比亚阿纳图阿拉曼，这就是比杰的儿子，叫他们都是出众，是大人的勇士，安卓加普计算他们的子孙，共有两万人，两百人。十亚帖的儿子是比列罕的儿子是亚布斯、偏亚门、以弗、基纳纳、塞坦、塔西、以撒哈。十一，这都是约帖的儿子，就是出众，是太难的勇士，他们的子孙能上千大将的穷于一万七千两百人。十二，凡有意义的儿子，苏品、富品、品阿赫的儿子、富信、十三，纳萨利的儿子是亚瑟、古尼、亚瑟、沙龙，这都是比拉的儿子。十四，马拿西的儿子阿斯列，是他妾阿兰人所生的，又生了基列之父马吉。十五，马吉娶的是苏富平，苏平的妹子名叫甘玛加。马拿西的妻子名叫西罗比哈，西罗比哈。但有几个女儿，十六，马吉的妾玛加生了一个儿子，是名叫比利西，比利西的兄弟名叫西利西，西利西的儿子是布兰、伯利金。十七，布兰的儿子是比丹，这就是基列的子孙。基列是马吉的儿子，马吉是马拿西的儿子。十八，基列的母子哈摩利生生了两个以斯和阿比以下马拉。十九，西米达的儿子是阿仙、西剑、利克希、阿尼安。二十，以法人的儿子是苏提拉，苏提拉的儿子是比列，比列的儿子是塔哈，塔哈的儿子是伊拉达，伊拉达的儿子是塔哈。二十，塔哈的儿子是撒帕，撒帕的儿子是苏提拉。以法人要生以下伊列，这二年伊咪哈去托。七家庭人的新族被本族的家庭人杀掉。然而他们的父亲以法人为他们被饿了多年，他的弟兄都来安慰他。以三以法人以七同房，他七七怀人生了日子，日子以法人以没家里状况，就给他日子起名叫比利亚。你是他的女儿名叫沙伊拉，就是建筑上八轮、八佛轮、佛哈八轮、佛轮以弥先舍以拉的。二五，比利何的儿子是利法、佛利西、利西的儿子是塔拉、塔拉的儿子是塔罕。二六，塔罕的儿子是拉丹、拉丹的儿子是阿米布、
阿弥陀的日子是伊利沙玛，你去伊利沙玛的日子是嫩嫩，嫩的日子是啊约书亚，你八月八日年的天日和住处是皮啊白铁哩，以其村庄东边啊南西边基色，以其村庄西边以其村庄，直到加撒以其村庄，你叫朋友靠近马那西人的境界。白山以其村庄，塔纳以其村庄，米吉多以其村庄，多尼以其村庄，以色列以至约瑟的子孙出差，这些地方。三十阿撒的日子是什么？以西瓦、以西威、比利亚朋友他们的摩之日了。三日比利亚、比利亚的日子是希撇、马吉、马吉是比撒维的父亲。三日希撇圣亚普列、苏门、何丹和他们的摩之苏亚。三三。亚伯勒的日子是八十，便下阿斯伯这就是亚伯勒的日子。三四，苏美的日子是阿希罗加亚夫巴阿兰。三五，苏美兄弟希连的日子是扫伯叶叶那西利斯阿曼。三六，扫伯的日子是苏亚哈尼弗苏阿勒、比利、任拉、三七、比斯、何德、三马、西沙、伊兰、比拉、三八、一贴的日子是入呢啊，皮斯巴、阿拉、三九、穆拉的日子是阿拉、汉尼亚、利夏、四十节就是。阿撒的子孙都是出众，是尽忠太难的勇士，也是少量中的头目。按照家谱计算，他们的子孙能出战的穷人万啊两万六千人。